头，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书上面画了一个小男孩，这个小男孩呢有一个梦想，就是长大了想做一个专业的棒球选手。那他可不可以做棒球选手呢？我们还不知道，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小男孩呢折出来。我们还先按照这个说明书上把这个纸呢沿这条灰线裁下来，你看下面是一个方纸，我们可以折叠成一个小男孩，我们先给它裁下来。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纸呢给裁下来了，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给它折成一个小男孩吧。这个是说明书，那我们看看能不能折成小男孩呢。首先呢我们按照这个线呢给它折进去，我们再沿着这个线给它折进去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沿着这个红色的线给它翻折。你看，现在小男孩的样子是不是已经快出来了？然后呢，我们再沿着这一条红线给它翻折。这边也是，这边有一条黑线，一条红线，我们沿这条线呢，给它往里翻折。当当，我们小男孩是不是已经好了？你看，还有灰色的头发，红红的脸蛋，大大的眼睛，微型的嘴巴，还有刘海，还有波浪刘海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那我们的小男孩要去练棒球了，他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。你有什么梦想呢？我们一起去努力实现吧。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。